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 Lori，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呢個黑白大廚呢？咁我自己非常之沉迷啦，同阿老闆娘咧喺週末嘅時間咧，一次嗰就煲晒咧咁多集嚇，咁啊睇得非常之開心啦。咁除咗過程入邊咧欣賞呢個廚師精湛嘅廚藝之外咧，我都睇到一樣嘢，就是、韓國人咧好聰明咁借咗一個咁樣嘅實景嘅節目咧，係幫咗佢國家嘅經濟，係可以話係救活咗佢哋飲食業咯。咁到底硬件、軟件都唔比韓國差嘅香港，有冇咩可以值得借鑑同學習嘅地方咧？今集咧同大家講講。咁首先咧，其實我自己好中意睇啲韓國嘅真人實景節目㗎。咁除咗《黑白大廚》之外咧，之前有好多嘅節目都好睇啦，譬如話《單身即地獄》啦，譬如話呢個《魔鬼的計謀》啦。咁基本上一煲咧都係停唔到落嚟嘅。咁《黑白大廚》咧，今次其實係一個唔係咩創新性嘅節目嚟嘅，原本嚟講都係一個好普通嘅烹飪比賽啦。咁但韓國人好叻咧，加入咗好多好有創意嘅元素入邊咧，令到呢一個咁樣嘅12個鐘頭嘅連續劇咧，叫做咧係變得個可觀性好高咯。咁首先我講講其實佢講啲乜嘢嘅。咧點解叫黑白大廚呢？咁如果大家冇睇過嘅話，就介紹少少俾你知啦。其實佢係製造咗一個階級嘅衝突嘅。咁佢哋就邀請咗喺國家入邊咧最好嘅100個廚師嚟到參賽啦。咁入邊咧就分開咗階級嘅，一班叫白湯匙，一班叫黑湯匙。白湯匙得20個人嘅啫，佢哋已經係本身好成功、好出名嘅廚師。咁黑湯匙咧就係嗰啲名不經傳嘅，或者小店嘅老闆咁樣啦。咁都係有一定嘅實力嘅，咁但係就未有出名咁樣。咁咧就要佢哋咁樣去比賽，即係白湯匙對黑湯匙嘅比賽。咁但一開始嘅時間咧，20個人係白湯匙，80個係黑湯匙，咁所以咧有大部分嘅黑湯匙咧需要被淘汰，佢哋需要內卷地競爭咧，競爭剩20個，咁就可以做到20對20咧，同呢個白湯匙咧去做比賽啦咁樣。咁大家有想像到，其實一開始咁嘅設定咧，嗰、那個劇情嘅推進咧已經係非常之刺激嘅，因為80個要摟60個，咁即係極容易被摟啦。咁所以佢哋個個都係專業嘅情況下咧，其實只係做錯好少嘅事咧，就已經會被評審就摟走啦。咁評審咧，佢揾咗2個好出名嘅人啦，其中一個咧，大家即係中意睇飲食頻道一定會識嘅就係、是、白中元先生，係韓國一個有660萬 follower 咧嘅一個超級勁嘅 YouTuber 啦。咁佢就係即係飲食界巨頭嚟嘅。咁另一個評審咧就係、是、韓國唯一一個米芝蓮3星主廚啦，咁啊叫安主廚咁樣，就2個做評審咁樣嘅。嗱，咁成件事咧做得非常之精彩啦，好緊張刺激啦。咁你會見到啊，佢哋終於爭贏咗，可以同白湯匙去比賽啦咁樣。咁成件事會吸引你一步一步咁繼續睇落去，就同一般嘅烹飪比賽有少少唔同咯。嗱，咁因為咧黑白大廚實在拍得太成功啦，似乎佢哋準備拍第2季喎。有一個好勁嘅外國嘅名廚叫 Gordon Ramsay 咧，都要嚟到話參賽啊！佢哋咁出名咧，都要嚟到南韓去蹭人氣，你話幾咁犀利？黑白大廚嘅場地設置都花咗好多嘅心機啦。如果有睇嘅時間，你會發覺佢佈景啊、佈局啊，全部做得好靚啦。可能當然佢會有一定嘅一啲 sponsor 佢某啲嘅廚具啦。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好抌本去製作，揾好大嘅場地啦，裝修到好靚啦，所有嗰啲hardware 啊，整嗰啲電子嘅儀表板啊等等，全部都好用心嘅。咁當然啦，評審我頭先介紹過啦，2個都係好勁嘅人啦，即係唯一一個米芝蓮3星大廚，同埋咧國內最勁嘅美食 foodie 嘅 YouTuber 咁啊，基本上韓國呢單嘢咧，所有家底全部攞曬出嚟，就為咗拍好場嘢俾你睇。咁結果咧，其實黑白大廚真係做得好成功啦，因為佢哋可以話救咗咧，即係韓國嘅飲食業啊，佢哋嗰啲參賽者嗰啲餐廳咧係俾人 book 到爆曬啦。咁就算係嗰啲好早俾人哋摟咗嗰啲咧，亦都可以去即係聲稱佢係參加黑白大廚嘅廚師。都獲得唔少嘅生意上好處咁其他就係嗰啲廣告效益啊，同埋品牌效益啦。咁譬如話有一幕咧，即係有一個節目咧，係關於嗰啲廚師咧要用便利店嘅食材咧做一啲料理出嚟嘅。咁但係都有啲好出色嘅料理做咗出嚟啦。咁結果呢一啲料理咧，竟然變成便利店入邊嘅 item 咧，俾大家可以就咁買咯。咁即係話，就算你冇 book 到嗰啲黑白大廚嗰啲餐廳去食飯都好啦，你都可以經過便利店咧買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咁樣嘅料理啦。咁啊打個卡咧就係蹭一蹭個熱度咁樣啦。咁所以大家見到咧。一個節目做得成功嘅，真係幫佢經濟幫到好多。咁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啦，黑白大廚入邊嗰100個廚師，佢一定即係個個落到嚟身光頸靚啦，佢一定係本身都做得好成功啦。咁係咪事實咧？就完全唔係事實咧。其實佢哋咧都可以話講難聽啲講咧，都好兜踎嘅本來。因為咧，其實而家全球經濟都唔好啦，飲食業差咧就唔係淨係香港面對嘅情況啦，其實南韓一樣啊，都係佢哋面對消費降級嘅問題。所以大家都去 fine dining 嗰啲咧，都會比較去得少啦，幫襯餐廳亦都會少咗，多咗食兩餸飯咁樣。咁啊，節目
入面有一個呢好受歡迎的後生仔啦，靚仔啦，佢叫做三星啊，佢個名字就是一個好乾淨整嘢食好叻，跟住呢好後生靚仔嘅主廚啦咁樣。咁佢本身係間餐廳嘅，咁大家可能就會覺得佢餐廳本身一定生意好好啦，咁其實呢就唔係囉。佢坦誠咁承認呢，其實佢餐廳嘅生意係下滑得好犀利。咁所以點解佢係因為搵食嘅原因呢先嚟參賽，希望呢只係參賽呢提高佢個餐廳嘅知名度啦，佢嘅人氣呢可以救返佢生意咁樣。咁即係話其實全球都係衰緊嘅，咁但係人哋韓國呢做咗一個呢咁樣嘅節目呢，係可以救返佢哋自己啦。咁除咗啲外國嘅旅客呢會去到幫襯呢個黑白大廚入面嗰啲餐廳之外呢，其實佢哋本國嘅人民呢都會覺得，喂，其實外國人都嚟到幫襯我哋韓國嘅美食喎，咁我哋自己都支持自己多啲啦咁樣。咁其實佢哋會留返喺本地消費意欲呢都會大咗啦。咁可以話一個咁樣嘅綜藝節目呢係搶咗其他國家嘅旅遊業同埋飲食業呢唔少嘅生意。我自己覺得呢韓國人呢有咁樣嘅特點，其實佢哋好識得包裝自己啦，甚至係比日本人更加叻啦。就算佢本身嗰啲嘢未必係最好都好呢，佢呈現俾你睇嗰樣嘢呢一定係最好。咁譬如話即係整容嚟計啦，咁有啲人可能天生就唔係話生得咁靚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完全唔介意呢係整靚咗俾你睇嘅，只要睇落去靚就 OK 啦，佢哋都覺得整容係冇乜嘢嘅。咁另外呢，如果大家去過旅行都會知道啦，其實韓國嘅大街小巷呢都唔係話即係基建真係咁先進嘅。我覺得如果同中國大陸一線城市比咧，係冇得比添。咁但係咧，擺出嚟嘅嘢咧，俾你睇到嘅咧，永遠都係俾你睇啲好靚嘅嘢咁樣咯。咁譬如話咧，嗰啲 MV 咧，佢哋做得非常之用心噶嘛，即係嗰啲製作好靚啦。佢哋自己啲旅團咧，係真係好用心去培訓嘅，培訓出嚟嘅質素咧，亦都係世界其他地方係做唔到。咁譬如話 Blackpink 咁計啦，啱啱出道嘅時候，幾個鄰家女孩咁樣咧，咁但係其實而家個個都係國際巨星喎，單飛出去，全部喺世界舞台入邊咧係好受歡迎喎。而且任何嘅一啲美妝品牌啊、潮牌啊，你想賣得好咧，你都要揾韓國嘅頂流明星幫你做代言。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喺娛樂啊、演藝啊，去呈現俾人睇嘅嘢咧，佢做得非常之好，甚至係嗰個叫《單身即地獄》嗰個真人實景節目啦，本身佢個原創性唔係佢噶嘛，即係最早係《欲罷不能》先噶嘛，咁啊韓國之後拍，咁但係咧佢拍出嚟嗰個效果咧係比《欲罷不能》咧係更加欲罷不能喎，所以呢個係韓國人厲害嘅地方。所以我睇到咧，其實韓國咧對於輸出文化嘅能力咧係非常之強大啦，除咗佢哋自己本身好有創意之外咧，都善於將一啲本身有嘅嘢啦去舊酒換新瓶咁嘅方式咧就呈現得更加好。德國經濟學家洪彼得曾經講過，絕大多數的創新都是拿既有的東西出來做新的組合。烹飪比賽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但是烹飪比賽再加廚師人物性格的塑造，再加頂流的 YouTuber， 再加這個 Netflix， 就變成了黑白大廚這樣一個全新的節目。其實我們看看香港從中有什麼學習到呢，有很多香港的商家其實都很聰明，因為這個黑白大廚之後就專門做一些菜式出來，就是復刻當時的參賽者的菜式。譬如話有甜品店咧，就去模仿翻嗰位冠軍嘅選手啦，叫做拿波里美味黑手黨，咁就係模仿佢嗰個栗子嘅 tiramisu 咁樣嘅。咁亦都有啲意粉店咧，去復刻翻嗰個蒜香橄欖油意粉啊。咁即係個超級簡單嘅菜式，點樣做到極致地好味咧？咁樣亦都有即係香港嘅餐廳去做。咁其實香港餐廳係絕對做得到，因為我哋嗰啲廚師嘅廚藝都好啊嘛。咁但係好可惜嘅係咧，我哋只係通過少少咁樣嘅方式咧，攬到啲著數啦，而即係大頭咧都係俾韓國人賺咗。咁我時喺度諗，其實香港人拍唔拍到一個咁樣嘅節目出嚟呢？咁我就覺得咧，絕對係可以拍到啦。即係如果你拍烹飪比賽嚟講，最緊要啲廚師勁唔勁咧。香港啲廚師當然係即係世界首屈一指啦。我哋有好多米芝蓮嘅餐廳啦，我哋有好多好勁嘅廚師啦，亦都係被長期譽為一個美食嘅天堂啊嘛。因為我哋要食到世界各地最好嘅菜式都好啦，其實香港都揾得到啊。咁嗰位白中原老師咧，其實佢曾經亦都係即係生意失敗咧，幾乎要放棄人生咧，都係因為嚟到香港食到香港嘅美食咧，被感動到啊，想要重新做翻好飲食業，今日先咁成功噶嘛。所以其實香港飲食業咧係絕對唔差噶。咁既然要做一個節目啦，最 core 嘅嗰啲廚師啊、廚藝我哋有咯，咁我哋有冇影視嘅人才咧？我當然覺得係有啦。我哋有冇室內設計做得好，可以做到咁嘅場景出嚟咧？我覺得絕對都有。咁所以咧喺軟件、硬件以一個國際城市嚟講咧，我哋完全符合。可以拍到一個黑白大廚咁嘅節目咧出嚟嘅資格，只不過係可能冇一個 party 帶動住咧一齊去做呢件事咯。香港嘅文化輸出嘅能力咧就同南韓就爭好遠啦。
啦，我哋嘅政府亦都未好有意識去推動啲咁樣嘅文化輸出啦，咁所以我哋做唔到咯。咁所以咧，黑白大廚嘅成功咧，亦都係將本身既有嘅嘢重新包裝做得更加 grand， 結果做就大成功啦。其實啲嘢唔需要鬥價嘅。香港咧有時咧，即係我哋可能就覺得啊，所有啲成本好貴啊，啲鋪租好貴啊，係嘅，我哋係貴啊，貴咗啲嘅。咁但係貴係咪代表一定輸咧？貴咪唔好鬥價錢咯，鬥質素、鬥標準咯。咁正如咧施政報告入邊咧，特首都講過咧，其實各行各業咧都要揾翻個新嘅增長點啊。咁當然啦，呢樣嘢咁講就好似好難嘅。咁但係睇翻人哋咧，人哋一個咁嘅節目嘅成功咧，其實都係唔係話啲咩好重大嘅創新嚟嘅，將啲嘢做好少少就出到嚟啦。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一個最好嘅借鑑啦。咁最後咧，希望咧香港嘅政府都可以帶領翻香港企業咧一齊做好翻我哋嘅服務啊，同埋商品一齊渡過呢個難關啦。我哋下次傾。咁啊，呢個世界發生緊唔同嘅戰爭啦，俄烏戰爭打緊一邊啦，中東有一邊嘅戰爭啦。但係大家咧可能有個誤解啊，就覺得兩邊嘅戰爭咧係各打各嘅，佢哋冇關係嘅。咁但係其實咧，佢哋係有好大嘅關係，而且兩場戰爭如果唔好彩搭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噶啦。而我哋嚟呢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咧，其實係非常之近。